总统蔡英文日前到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参加2021年总统府音乐会，这届音乐会主题定做百花树光，有特殊的意义。台湾是百花几线上大的海岛，台湾阁百花几线通过，阁有世界出名阿里山日出，伫暗暝之中日头升起来，是让人真感动。今年我们总统府音乐会来到嘉义县举行，见到这么多的先进乡亲好朋友，特别的高兴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把主题定为“北回曙光”，有特别的意义。台湾是北回归线上最大的岛海岛，在我们嘉义县由北回归线通过，也有世界有名的阿里山日出。很多人都看过阿里山的日出，在黑夜之中，太阳升起来，透过光芒的时候，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因此，在嘉义的总统府音乐会，我们希望呈现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点亮希望，追求未来的事。总统也特别介绍，伫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阿里山周族前辈高医生，伊是优秀的教育家，更加是原住民族运动的先行者。嘉义县音乐会邀请到高医生的家属来演出伊的作品，借此表达上深的敬意，也感谢伊对台湾的贡献。我特别介绍阿里山周族前辈吴庸亚达乌尤卡纳，也就是高医生先生。在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高医生前辈，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、音乐家、诗人，更是原住民族运动的先行者。今天我们也很荣幸邀请他的家属来演出他的作品，借此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。蔡英文讲，伫嘉义举办总统府音乐会，希望会当展现出一个土地的人民伫台湾的历史当中，点光希望，追求未来的故事。记者黄佩佳，观察报道。